聊几啊？对，聊几的。来，哎，一千块给你，不是半年，你准备来聊几？哎，刚好咱买两盘。来，鸡腿来，泰式烧烤鸡腿，来300的。啊，从家话聊聊呀，来300过来，哎，这四个哦，鸡腿泰式的哦，非常好吃，来备鸡300来。很香，这个拿起来我就闻到味道了。真的，你跟比别人？谁呀？谁呀？五二节是有，有二节是马上上来招呼客人哈。二五幺九新宅宝宝了哈，八百公分左右哈。来二节是的车船，来阿姐给对哦，来300不要问几啊哈。这个很红的，300哦。是泰式的烧烤饭腿很好吃呢，要去泰国吃哦。你那 Mickey 过乡那国家，台湾吃的有啊，你出来台湾做几年啊？快两年百公里吃，来300，一个廿八斤等于行等于斤，一些哦，让我小点吃起来，这已经熟的啊，泰式烧烤，来300。这个怎么卖？好，我马上卖，等我一下下，一人一盘上。没300，也来200块，就姐妹来。谢了谢了谢了，你进来包多要会使加，今天两来200块。要用烧啦。我安两个买尔。嘛是爱用烧啦。头家走啊吼。再加一支高级予你啦。好啦。就来因为今仔卖300块啦，还无要紧啦。因为内底有大细支，所以吼我加一支予你无要紧。啊，不是啦，要叫伊去，再我十几下来啦，300块，来，好呀，200啦。林老师，我总有消费啦，哎呀，我也是。好啦，来200块啦。要不要来结十几块吃啦？还是烧烤饭腿、鸡腿？200块。分家人啊，好啊啦，这就好吃啦。再起来一份吗？你可以买3份，我还有3份，我一个就好。来，泰式烧烤鸡腿啊。200块存着没人给你啊，不啊？大哥要一份吗？谢谢，可以试试看，真的很香啊！来，大哥要一份来，200块存几人给你啊？不啊？有没给掉？有没给掉呀？来，这样。看你啊！来，不好意思，啊你很巧，你很厉害，你很厉害。看你我身高才5.1的。来，500是谁的？我。大哥，你有加几斤？看来，看来有你了。贵一点价值啊，少一只啦，那个包价值的，我贵包鲍鱼补你，好不好？鲍鱼好吃的。哇，好，我是大哥，好，开始，谢谢。来，啊，分给甲二节次来，来二节次来对准。来，别甲哦，这个很久没有出现了哦，鸡肉卷。哦，卡扎好高，我打开来都一点爱被接啊！每个人一定要买，不管你要煎，你要煮汤、煮粥都很适合，真的。来，几人十条？100块，100块，100块过来好啦哈！来过来给这大哥用来，你免等于拍麻将的。第一个。沙卡啊，减一卡啦。谁的？伊啊在哪呀？第一个那边。啊，伊伫啊咧做手啊，伊啊咧做记录啊。谢谢啊！来。锅类拼盘，那怎么样？下去了。锅类拼盘。过来，回锅来，来。锅类拼盘有代币哦。来啊，来锅类拼盘，来怎么样？来锅类的是谁的？这边有嘞。最后一个是对谁？这边还有。接起来。你搞的呢？他过来没上班呢？有锅对给呀。锅柜头，这边最后一个。我来啊！现在困无饱，所以行动有较慢。来。一宿就这么重，让你们拿，不好意思。我来。我这边没上，我这边没上。我而且是阿黑啊，黑啊，黑啊，铁人铁啊，给他我给你。你刚卖这个？哦，我刚才卖这个了。金价二价，来有吃过的举手，现场。应该都没有。我这金价还有冷锅味的可以来啊，冷锅味鸡肉卷，超级好吃的，一百块的。
黑人再来五十条。十条，真的好。不是五条，大概十条哩。十条，十条，用煎的，用煮汤的。五十条。那干那个的。我们不止在七十岁了。对嘞，十条是大锅锅给我三排。哎哎哎哎哎，穿得多好呀。对的话。我两三个在叮当尔吼，啊，安尼话，不是五条五站的，是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嘞。十条，是吧？啊，这边一百，别讲别别五站啊，是真的是啊。没办法，来啦，四个来，来姐，他包十条过来我来。谢谢，来，阿个甲二节是来三百的，三百块来，五峰的烧烤二节是，来三百，红薯加两，我。放冰箱面啊。这一包吼、哦、有三十支哦，大家有试过吗？五方的七支哦，真正好吃对不？一包三十支就三百，有够少哦。来二啊八，二啊五，我唔免七两三十五，六个六个尔。一包拢我哩三十支，就哩三百，来两百哩。两百。对啊。锁的，不是锁的。我烧烤二节吃，烧烤二节吃。来两百，你要用烤箱、用微波都可以。啊，是咩？先你买，先真正好吃，来两百。还要三十几遍，两百遍对呀。一斤剩六块嘞，好吃，两百块两，剩两包两一点。沙炒二节翅，两百的。最后两包沙炒二节翅，五峰的，最有牌子的，这里脚放心，脚安心。两百块拢完哦，两百块。来三个的位来，我拢完了。先下下他，大家拢在困啊。来虾啊，三百块来。没有一个有正确答案，每个人都在冷笑。咱两个吃虾啊，开起啊！我钱包未算啊，我未开起啊，来三百咯，来买两个咯。我出不来未开起，开起啊！要卡钱，来最后是三百咯。虾啦虾啦虾，一种虾啦，来三百，我最后一个，三百块。都有了吗？三百。三八三八，来做鸡腿来，炸的应该别玩了、啊。今天做做鸡腿的，我一看，没有，开始抓它，抓它做肉。现在一包一斤啊，啊，免费啊，无啊。来啦，三八好啦，三八好伊啦。我看还有你试下啦，对啊，一箱吼，抓它抓做肉，明个卖你三八。你三八哦，卖伊啊，我来两百都。两百啊。三啊，三八吃算了。我有个假帅，我来的，来三，哇，我花三百，你想要两百啊？来三百了，鸡腿耶，这样子，醉鸡腿，它很，它淡的酒味而已，你没玩的。三百哦。你下面我猜哦，我吃过了，算不猜。哇，猜，吃鸡腿配鸡尾啊，好无？哦。我三个话费尔，还较薄的，伊个，下下送给我头只一支啊。哦，伊包我吃来。阿廖，为着庆祝，我来头只一包，一四支你等去抽只看卖，买三二三八，啊，伊啊来两百二，两百块来做鸡腿，两百块，包给你哦。就你啊，一支来，就是拢我，拢我。来，哪位？你剩下的啦，做鸡腿啦。这里加热哦，它就比较香，它有汤味。有没有加热？安尼头尾买加。两个。哦，但是爱加热它都加了，加热比较香啊。来，最后两个。加热啦，还是要加热啦。来，三个关节来，两百块呢。好，过来爱三百，我得两百，咱们这边。来，两百块，最后两个人品。有啊，让我背来啊，两百，两百。Hello。Hello。来，谁买的？小姐。小姐，你两个要在这老板背了，跟你们。多少钱？别打赌赌啊！都赔不了钱。有啊哈，那老板给，那我今天我就学来，学完出去修了。你哪爱吃完黑人家吐出来的不？黑人家的黑人。来，学完变成八块的，全部归人家，买两百块，我到学完收钱。来三天，他这个不上。三天的八。他们买到一起的，我玩的大波了。今天好吃哦。来了吧，有人爱吃不？爱吃的那我给你上几块来，好不？来了吧，来四块。
是真好食。哪间啊？在哪间吃起啊？气炸锅啦！气炸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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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讲气炸两片两百了，我来气炸啦！我无收提高，全部来一百好了。一百啊，快点，他们吃气炸啦！我们这边真的非常蛮好吃的。我就是外外地人，没有你弄来啊你。真是。上来你讲华人，他也当笑话，当讽刺，都叫人笑话，话好吃啊！如果我们吃啥，吃便宜啊，吃凉水啊。可爱是吧？啊，免煮饭的啊，一百多，人家好吃，我不来吃。我人囡仔吃着拢会啊，来吃三个人囡的，我来一百块。啊，妹妹也煮。里面有蛋黄哦。来一百块了。我真叫恁惊死啦！我来对头困较对啦。一百块完。啊，妹妹也煮。我拢会。不是，我不是激动，我是叫你滚来算你五百块嘞。鳕鱼五百块，来五个假算你五百就可以了哦。对哦，来五百块来算你，五百块。你招头前买嘛算你五百块。鸡块还没起价，是中央会。今天是试吃大会了。是是是是。来算你五百块来，来三条你来，三条你来。我是要吃蒜的，吃手无，吃手无，我袂叫你买啦。我一个啊，会真正蒜的呢？这是真的蒜的，不假的蒜的呢？来五百块，来四条，五百块。五百哦。四条我带你买对不对啊？来招一个银钱来，招一个银钱，钱也带我给一条，你带过来，你要一千还是五百？五百对不对？一个。我给了你了，我爸喝的，算你五百块，一人一份哈、啊。来，我爸喝的，算你水不？高不？来，我爸的，来三碟，来四碟，一碟够你来算你。我爸喝的，五百块。阿伯这里啊，去鳕鱼五百块，来再卖一位来，我爸喝算你。阿伯这里进来，来我爸。大哥，你在线上吗？你要叫他名字吗？来，我爸的张哥。没有。在线上吗？加油！来鲍鱼阿伯明天喝好啊，来先啊，你要安哪一节？德国猪脚啊？哎，反正你叫大哥妹妹。在阿上面吃这两杯阿妈送的，来三百的。啊，对阿上五杯鱼啊。五杯鱼啊，优先卖的，这两杯。没五百，没七百，来三百。来，你要来两百块的。来两百。红肉酸，阿爸酸，来两百。来谢谢。来啊，七块都吃，几包拢吃完，吃着阿爸阿妈七百的。我七块好吃。这是国语，怎么讲阿爸？红肉梭鱼，梭鱼的那种，蛇让你也吃掉。阿婆有叫梭，阿有没有冰？你用一点冰给小姐啦，但那个鱼没有冰。他们在住在哪里？台湾哦，应该是台湾的对哦，台南的、哦。哇，啊，我七块七八不要被人挤哦。多少钱？五五千钱啊，七八上诶，我恁俩啊，我来七八，五个人可以做五斤，七八拢起价啊，五个人可以，对啊，一斤等于做等于几等于几的，四个就好了，对啊，三个人可以，七八拢我的呢，都吃七块七八过来。啊，第一次的是你做我的，谢谢。来包起来对啦，包起来我弟弟。来啊，变大然后坏，啊包鱼刚好人啊就会钓来，两百块多。两百的包鱼，哪个吃包鱼吧？来两百的，这边吃吧，包鱼两百块。这边啊，小张送我两块多我的。来鸡肉卷来。来鸡腿卷呢？来鸡腿卷三百啊！哎呀呀，好！来鸡腿卷，刚才小田，鸡肉卷，鸡肉卷，小的鸡肉卷，好，谢谢。来虾啊，来虾卖给我发啊，卖开四百三百来，这样卖九两百块了，两百块了。小弟再卖一下。哦，来两百了。
啊，前面三份，来遐两百块。两份，好。啊，你食蛤蟆，蛤蟆南山的银鸡毛好食，银毛出来，准备哦。来，两份先找。找两个包吧。来，虾子要吃的，赶快200块，等吧。两个。等吧，帅哥你是上可以看手机啊？他等下主任来啊，记过。来1000块，多钱？1000块。他到底有存款啊？来，还要200块的。鲍鱼切片才能八块来，这样你蛮便宜啊。好，这这边的单价啊，来200块，切个啊，你先切你弄切出来，来200块来，鲍鱼200，来个来阿得看到无？大哥你讲，200块两斤，3包、4包、5包你来，来200块，小姐来，小姐要来200块，200块两斤，鲍鱼200都是，个人爱吃鲍鱼来无？各位呢？要今年你要爱吃，我都去给多少呢？哎呦，包里剩3箱呢，你看卖。来200了，哎，今天包里拢没人提几箱，无包里已经无完。来200，个人就变得吧，真正好吃，好买品。尤其这大人哦，伊来，我最无想要煮菜了，包里你甲浸2包去点，冰冰凉凉，安尼吃都够吃。来200，赶快我包里了，来包里200了。今年最后剩2箱了，鲍鱼200块来鲍鱼，有买了吗？赶快啊！不够你再买一份呢，来200块，200块，还佫袂少啊！鲍鱼，啊就买个手来200，5包，有啊，拢买了。哎，进来你好，来，哦，谢谢，来鲑鱼啊，这几箱了没有？5箱啊。分四箱啊，卖，分四箱去。来鲑鱼卖要1000块到八，来500块来，赶快啊！最后一次卖鲑鱼了啊，就这么好喝。啊，这5包啊？啊？5包？全部都你的啦？多少？5包，听不？500块。500 dollars， 太丢人了，请我看，哥哥就是不用。很丢，有啥丢？我来发现了，中鬼了，丢得了。艺术考核的来找大姐姐，来给你鲑鱼500块，哎，姐姐也要，谢谢啊。那羊肉能够了，500块短了没有？对，来讲鲑鱼吧。今天的，我要求的鲑鱼再短点就。来500块3条，来4条来8块，来听啦，来5条你来，只要对袂来鲑鱼短条，不是短条，来500块来，今年7条我鲑鱼500块，来最后两个人过来鲑鱼500块来，今年三只条啊，好不？来500都，来真正大条，你要注意，500块来，是你来客，来鲑鱼500块。你讲不要搞错啊！你等下，免得错，你听你讲。主要就搞错，不要紧，我有就好哩。来，过来，我发好嘞。你刚才我不在困，我还困，你怎还没有发的？来，过来，我发过来，还没发的吧？小姐吗？好。来，3片了，真的很漂亮哎。来，去准备了，去准备去哪里了？发好，过来，还没发的，过来吧。500块，没有收到。讲话拢快点啊！哦，安尼我袂晓食嘛嘿。二来啊，无你做开一下，你来再加。小卷费有吗？有啊，有啥卷费了没有？来多你300块的，2包你也不大个哦。无钱无骨无皮啊，来弄我。你还要收怎样？我那500，3包的呀。那个取名 Hello， 我觉得是故意的。大哥，不错哎。我看到 Hello 的。你今天在朋友圈那个点位超前的。
都不知道大家今天零件五百块钱多，是啊，钱爱开不了啦，开不了等于都有心输了。这三百不让你钱啊，有今仔当给个的，我们大不了，哎，两百六，两百。